爸爸还没问呢，那也到时候问了。这不也得先把你的头发吹干了吗？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那你的头发吹干了，爸爸头发没吹干呢呀？你吹，我帮你吹。不是，小弟，必须得让阿姨来吗？ 爸爸还是一会儿跟阿姨发语音，好吧？讲呗。好。安心，不知道你明天有没有时间？小迪的幼儿园有个运动会，小迪想请你参加。 不知道你明天的时间方不方便？啊，当然啊，如果你有事儿的话，也没关系。啊，有关系，阿姨得来。那万一阿姨时间不行呢？阿姨秒回，肯定来了。没问题，有时间。太好了，我们三个人去运动会。 周末本来是要休息的，结果把你叫过来，请不好意思。没有啊，来这里就是我最好的休息。哎呀，你姐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姐，别逗了，她来这儿吗？真是你姐，你起来看看。真是我姐。佳佳，佳佳，快快快快快起来！叫姑姑，来，佳佳，来，小弟。 走，佳佳，佳佳，姐，嗯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介绍一下啊，嗯，这位是陆泽宁，我师弟，嗯，小迪的爸爸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弟弟，我弟妹。嗯，前几天跟佳佳打起来了吧？ 没事儿啊，都是好朋友，啊，叔叔送你一大袋儿，我估计你也吃不了。来，糖管够，拿着啊。拿。小朋友们放心吧，早就是好朋友了。吃，吃，吃。小迪，还想吃什么？看这个。喜欢吃什么？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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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嗯，可以放心。好了，拿着吧。来，放给你拿着啊。哎，这刘姐几个月是最要注意的时候啊，让她现在来参加运动会，这行吗？哎呦，这也就您当个比赛了，我们就是随便一溜达。对，溜达溜达。可玩可不玩了？玩得玩啊，爸爸。啊，玩还随便一溜达呢。 小心着溜达呀，注意安全哦。没事的，姐啊。嗯，说。安琪阿姨，嗯，我们去那边投球吧。好啊，走，走，佳佳。走，小心投球，走。谢谢你的零食啊，谢谢。谢不谢啊？谢谢。快拉着安琪阿姨。哎，姐，你回头把钱转给我啊。一二三，投。这女人呐。 就是不能缺爱，看见了没？我姐是想拎包入住，进门就当妈。啊！投球吧！
茄子吧。二三，茄子。单亲爸爸，你不说是个小白脸吗？嘿，那都是浮云了，这是第二个。你姐有这么傻吗？自己不要孩子，合着乐意跑别人那儿给人当后妈去？哟，您还不信？为了表达当后妈的诚意，真是拼了。那老胳膊老腿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第一名。我现在就担心我姐是不是跟这俩小白脸同时进行，让咱们爷俩来个坐山观虎斗。他哪有那脑子呀，玩得转这个？你还不信？你看，你看啊，这个就是前两天那浮云，您品品。小，哎，你给我瞅瞅今天这个。今天这个？说明你姐越来越清醒了，不是越聊越醒吗？哎，这个看着比那个小白脸稳重啊。哎呀，爸，您怎么还认真挑起来了？您是不是对您闺女过于自信了？四十多了吧，离过亿，最大的优势就是银行卡那几千万，这才刚离婚几天呢，怎么就爱上我姐了？您说图什么？图钱。对呀，要我说呀，连财产带房子赶紧转到您的名下，踏实，不能让别人渔翁得利呀。这样，你把那小子联系方式给我，我去会会他。行，转给您了。